来，要来参加活动的是咱乌德社区吼，一对上可爱的吼，社团吼，就是咱的亲子读经班吼，吼。首先吼，要来做咱儿童读经班的成果验收。咱的成果验收，今天要来播的叫做《腋下独酌》。腋下独酌，哪一个人会的人请举手。我以为都不敢举手嘞，好，来，从咱对迄个静静开始哈，来，这个腋下独酌开始，快点来。我举手。大家一起念呐、啊，大家一起念哦，大家一起。我想起太阳的月，月影长山的，月近不绝影。好了，前面来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哈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嘛，来，我看这个想我念一下大声来，开始从头开始啊，一直念到尾哦，哈，来呗。